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十字架这个羞辱的记号，因你却成为我们生命里面荣耀的恩典，感谢你的十字架。下卑的十字架。
赞美你，神羔羊，谢谢你，主啊，你为我们流宝血，遮盖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因着你的宝血，我们能够有圣洁的盼望。因着你的宝血，我们能够随时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得恩惠蒙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是的，耶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夸胜你的宝血。因着你的宝血，我们知道我们是蛮有盼望的。主啊，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过犯软弱，主啊，因着你的宝血，你已经胜过一切罪恶的权势。主啊，你已经打破那仇敌的头。哦，主啊，仇敌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罪的权柄，因为我们是父神尊贵的儿女。你必要塑造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全然圣洁，使你的荣耀。谢谢你，神的羔羊，我们赞美你，我们何等的感激，我们何等的感恩。哦，尊贵无瑕疵的羔羊，羔羊为我们舍命。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敬拜你。谢谢耶稣，谢谢你，因为你付上了这样的代价。主啊，你为着我们全人类所有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一次付上这样的代价，洗净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唯有你配得我们的赞美和敬拜，唯有你在这地上天上没有其他的神，只有你，你配得我们全部全心全人的敬拜，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主啊，你配得，你配得，主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我们之所以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都是因为你，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主啊，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再一次的被你的爱，被你的话语摸着。主啊，我们回转向你。主啊，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留，我们的呼吸，我们所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要来荣耀你。主啊，愿你得当得的荣耀。主啊，恳求你继续不断的修剪我。主啊，我愿意对你敞开我们的心。主啊，我愿意你来修剪我的生命，我愿意你来改变我。主啊，照着你的恩典，照着你的计划，主啊，我敞开我自己。主啊，我愿意也为你付上这样的代价，我愿意被你来修剪。主啊，我愿意被你来改变。主啊，我愿意，因为我虽然我知道这样的过程是很会很痛的，不是简单的，但主啊，你为我付上的是更宝贵的，是更贵重的。主啊，所以我愿意顺服。主啊，我知道顺服会带来更多的蒙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是如此的大。主啊，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最爱的父，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在我生命里面真实掌权的父。哈利路亚，赞美你。是的，宝座上的神，荣耀的父，尊贵的君王，主啊，我来敬拜你，我来赞美你。主啊，愿你收纳我在你面前一切的敬拜，一切的尊崇，一切的爱戴。主啊，因为你本是配得。主，谢谢你向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主啊，以至于你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背负一切的一个羞辱，背负一切的痛苦，主啊，却使我们得到真实的自由。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的说，主，你是我生命的神。主啊，我也把我里面一切的羞愧，主啊，一切的罪疚感，主啊，一切的不属于你各样的苦毒、愤怒、恼恨，主啊，都带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你帮助我，主，你帮助我在你里面成为新的人。主啊，你帮助我，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愿你的光明来。主啊，以至于我能够被你自己来更新。主，我谢谢你，主，我赞美你。主啊，主啊，因为你带领你的大能，主啊，使我们脱去一切的羞愧。主啊，你让我心里面任何每一个房间，主啊，都为你而敞开。主啊，你让我今天在你面前的祷告不为自己留下什么是自己私藏的，就带领我单单的来面见你，带领我全然向你敞开，以至于主你对我说话的时候，主啊，我能够被你自己的爱来摸着。主，我谢谢你。主耶稣，早晨我们单单来到你面前敬拜你，
主啊，有些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神你却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主啊，情愿这个时刻我们单单在你的面前敬拜你，对你说，神羔羊你配得，神啊你配得，神羔羊配得，配得啊，主啊，让我们的心单单连接于你。主啊，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转离我们的目光。主啊，我们单单俯伏在你的宝座前，俯伏在你的宝座前下拜敬拜你。主，这个时刻就是天堂，主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天堂，主有你圣灵同在的地方好得无比。主啊，谢谢你早晨在用你的同在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尊贵的神羔羊，你是配的，被杀的羔羊你是配的，你配得我们将荣耀颂赞权柄归给你，你配得这一切，你是荣耀的，你是尊贵的，主我们要遵从你，因为就你自己就你而言这一切都是配得的，你配得这一切的荣耀颂赞和尊贵爱戴，愿你曾为了你最宝贝的人献上了生命，你曾被杀如今高高坐在宝座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敬拜都归给你，神的羔羊我们爱你，真神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唯有你配得，唯有你配得坐在宝座上，唯有你配得拿书卷，唯有你能够揭开奇印，唯有你配得拥有一切的权柄，唯有你配得我将生命献上。被杀的羔羊我们遵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是的，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只是用诗歌来敬拜，祷告来敬拜，主啊，但愿我们现在你面前的是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真的降服在你面前，说主啊，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们可以降服在你的真理的面前，降服在圣经的属灵原则的面前，降服在主啊三位一体真神，我们服在你的面前，愿意被你调整，愿意被你改变。主啊，你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主啊，让我们进到你的国度里面，就遵照你国度的生活的原则模式规定，降服在你的面前，降服在你的面前。今天在这一期的祷告的聚会当中，主，我求你自己施恩，把一个降服在你面前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不是再多知道一点圣经的道理，乃是降服在你真理的面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主要我们追求圣洁，侍奉要圣洁，敬拜要圣洁，生活要圣洁，言语要圣洁。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是我自己里面很深的一个被提醒，也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一同来面对的，就是婚姻要圣洁，婚姻要圣洁，在性这件事上婚姻要圣洁。而婚姻的圣洁还不只是性，是从思想到身体到灵，我们需要在求神帮助我们圣洁，靠着神的恩典进到一个荣耀的祝福里面。读一节经文给你听，
其实这节经文一点都不难懂，今天我没有什么要解释的，也没有什么要分解的，但是我渴望神帮助我们，透过这节经文，我们更多的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请你听神的话。希伯来书第13:4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请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一节经文短短的十几个字，没有一个字我们不懂，没有一句话的意义我们不清楚，但是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够影响这个世代，前提是我是不是先降服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对圣经里面许多属灵的原则我们自己都妥协，我们对这个世代绝没有影响力。所以这段经文还不只是说我们拿这一段神的话去看看我们周围那些不认识主的人，更大的关键是说，主啊，让我看看我自己。这段经文里面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婚姻，今天这个世代许多时候人说，哎，婚姻不过就是一张纸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签就有，撕就没有。但是圣经里面看属灵的原则，神设立婚姻不是只是一张纸，不是，上帝设立婚姻是有他属灵的原则的。我尊重的不只是一张纸，我尊重的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圣经上怎么讲神所设立的婚姻？你一定熟悉那段经文，如果你参加过教会的婚礼，牧师一定会读那段经文，说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一男一女，然后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两个人，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因为后面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婚姻是一个约定，既然是约就不能够随便毁约，所以是一生一世，是二人，是一夫一妻，是造男造女，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样的原则一点都不模糊，没有什么模糊的地带，没有什么可以在神面前说这里面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不，神所设立的婚姻就是这样。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要不要照我的感觉我的想法去解释圣经，或是用圣经所启示的原则来过我的生活？到底是圣经配合我在不同的时代，配合着我的方便，我现在的情况，我来解释圣经，还是我的情况我的方便必须进入圣经的原则里面呢？求主恩待我们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求主恩待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今天的教会来祷告。今天还不只是教会外面的人，连教会里面的人常常对这样的事情都是模糊的，都去模糊了那个焦点。我们可不可以求主帮助我们，既然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要降服在圣经的原则里面。圣经的原则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我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求主帮助每一个教会在这样的事上都靠主得胜。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主前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主前祷告，主啊，我们在儿女们的婚姻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保护儿女的属灵儿女的婚姻，主啊，让我们敬畏，主啊，让我们敬畏，保护为儿女的属灵儿女，主啊，主啊，在我们这里，主啊，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婚姻有软弱的，然后婚姻有难处的，主啊，我们求你伸手来帮助，希望我们求你介入我们每一个有困难的婚姻当中，希望带来你的真理，希望是带来你自己的恩典，然后希望来帮助我们享福，然后希望幸福的交通。第二句话，我们也一起来祷告，说床也不可污秽。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祷告？婚前的性关系，婚外的性关系，那都不在上帝的祝福里面。这句话说床也不可污秽，摆在整个经文当中，你一定知道它指的是性。在这样的事上，性在婚姻里面是美好的，是蒙福的，是可享受的。但是如果在婚姻以外，不论是婚前或者是婚外，在婚姻以外，那在上帝眼中是污秽的，
床也不可污秽。我们再说，我们先不去看教会外面，基督徒我们自己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呢？基督徒面对婚前的性关系我们怎么看呢？婚外的性关系我们怎么看呢？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仇敌更大的工作不是在教会外面，是在教会里面。许多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侍奉的人在这样的事上照样妥协，但是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可不可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教会在这样的事上持守属灵的原则，教会在这样的事上对世代才有影响力。求主施恩待。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婚前婚外的性关系都被打破来。这是我们耶稣基督的名字啊，再次来到你面前，来到主的圣名，主啊，我们求你，主啊，使我们来炼净你的教会，炼净你的教会，主啊，来改变我们一对夫妻，主啊，让我们在婚姻的尊前，婚姻的信心间上面，主啊，我们呼求你，我们依靠你，来持守在我们身前，主啊，来让你得荣耀，我们向你祷告，耶稣耶稣，主啊，我们从你的教会里面除去一切世俗的想法，除去一切世俗的世俗的观念的影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面对一件事：我的一生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呢？是讨我的喜悦，还是讨主的喜悦的？很多人可能讲说：“哎呀，这些已经过时了。”基督徒，我害怕被别人觉得我是过时的人，还是我相信我照着圣经的原则去过就有祝福？我要的是别人的认同，还是上帝的祝福呢？你的婚姻要的是别人的认同，还是上帝的祝福呢？我求神恩待我们。第三句话说，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圣经用很严重的话，很难听的话形容这样，这些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那苟是随便的意思，随便的在这样的事上，在上帝的眼中，圣经明明白白的说，神必要审判。我求主今天把这样的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基督徒啊，不要混，不要假装没事，不要别人不知道就没事，因为我们的神以马内利他都知道。我们在暗处做的事，主是鉴察人心的。我求主帮助我们。但是今天祷告到这里，我觉得我们要一起为一件事祷告，让我们不是活在惧怕里。即便我们做错了，回到神的面前来。我里面一个深深的感动，就在参加我们今天祷告的聚会里的人当中，无论你在哪里，你可能在网络前，在电视机前，你可能也爱主，你也有很多的侍奉，你可能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职务，但是你继续活在性的罪里面。我要对你说，主爱你，主爱你，主让你参与在今天的祷告的聚会当中，因为他要挽回你，他要把你带回来。你还记得前两天我们分享的吗？你就算再有恩赐，再有能力，那个做面包的师傅得过100个世界大奖，但如果他的手是脏的，做出来的面包就是不能吃的。你再努力侍奉，你参与再多的服事，你有再多的工作，别人再多的给你拍手，但是如果我这个人的生命是脏的，我所做出来的侍奉不会有祝福的。主要呼召我们，主呼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你必须先承认，不要给自己理由，不要说报上怎么说，杂志怎么说，哪个名人怎么说，你要回来说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说。你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承认，主啊，我活在黑暗里，我活在罪中，我奉主的名祝福你。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好不好，求神帮助我们。我相信今天在这个祷告的聚会当中，主要释放一个饶恕，但是人经历主的饶恕，是我先回到神的面前来，降服在神的面前。主要用你，主爱你，主要挽回你，但是主不要你是那个不洁净的器皿。好不好，一点点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请奉灵传道领我们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降服在圣经属灵的原则里面，这是蒙福之道。主，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再一次谦卑降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
我们也呼求你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转离我们的过犯。主，今天在电视机前面的弟兄姐妹，甚至包括我们这一些服事的人，主啊，我们若是有在信的上面有跌倒的，主啊，有受引诱的，主啊，求你用你的光，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无所不知，主啊，我们无从伪装，主啊，你无所不在，我们也无从逃避，我们就是选择要向你诚实，我们就是选择要奔向你的怀抱。哦，主啊，我们祷告，主，不论是已婚的，是未婚的，主，我们呼求你在这个淫乱被谬的世代，主啊，你的圣灵与我们一同来捍卫我们的性贞洁。主啊，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效法这个世代，主啊，不被这世代的潮流声音给抓住。主，让我们坚定地站立在你真理的根基上面。主啊，我们定义要让世人看见一个神国度纯洁的生命。主啊，这是我们的呼求，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每一对夫妻，帮助每一个单身的你的儿女，在圣洁的里面叫你的名大得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主是怜悯的神，我求主在怜悯当中回到神的面前，在怜悯里面亲眼神的恩典，怜悯带我们胜过审判的辖制。上帝祝福你，头戴圣髓。